对方有手，我不是拔，我不是这哦，对对对，这坏事哦，对对对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邀请到庞亨国老师为大家讲解内家拳的精要。大家好，庞老师，这个崩拳怎么用？你崩拳、行拳讲究丹田，丹田什么？他就讲腰胯，这个拳谱上肩打一阴反一阳。你看咱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前手出，这个，你看前肩在这，我后手出的压，哦，拧胯，肩膀全调过来了，拧胯落出去，有功什么都行。你看现在八极拳非常火，对，什么撑锤啊，什么对，八大开什么的，也是吊胯，哎，所有其实和咱们形意，你看八卦，太极好的东西一样，你看咱单换掌，这个，哎，八单换掌就是撑锤，一接对啪就，是吧？这不是就还顶两一顶，咱就不说顶，对，你看这不是就对方一吃我就进去了，对吧？把对方就是化开我就进去了，这打肋骨，哎，打坏了。然后你看转就是，对，这就是，这就是对对对，就是捋嘛。所以说这些东西，你看，咱行拳崩拳也这样，崩拳换式的时候，对方有手，我不是拔，我不是这哦，对，这换式哦，对，他也是九崩过去，一肘子进，什么裸手崩，什么这什么摇身崩，对，过去动作很多，哦，这样刚吓人的，哎，就是用，关键大家要学会用打的动作。他这样其实也和那个通背那个什么穿掌那个东西也差不多了，穿掌所有的好的东西肯定都是一样的，嗯，应用的东西肯定一样，嗯，你打人无非就是奔着这些要害的中线上去，对吧？谁不拽过来呼人家屁股？对，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手中护中，对，关键是胯里拽起来，必须丹田，过去讲丹田，对，道家就讲这个丹田部位就腰胯，明白？一定要动起来，明白？会用它打人了就会懂内家拳。